好，来看一下这一次的加速狩猎，跟以往是一样的。他这一次是9月23日到10月6日，然后他有相应的福利，就是精英怪会更频繁出现，然后符文会更快出现，符文经验值2倍，突发任务每天有2倍数量，保罗普利托的门更经常出现，然后火焰狼1.5倍经验值，然后 boss 组队的增益有3倍，这么多。然后你完成6个任务就会开启隐藏的任务，然后你每完成一个箱子它会有一个加速器，然后它要求是999只等级附近怪物，15只精英怪或者精英冠军，3次普利保罗普利托，1次火焰狼，然后5次符文，通关1次这个突发任务。先去看一下他那个怎么做。